我是刚刚列车的那一班 A 十年一月十五号，他被捷运板南线捷运市政府站。我看一下几分，18:37。我拍的是，哇，真的是超热闹的地方，对吧？捷运板南线市政府站。我坐两个小时。我们下面跟爸爸他们都在店门上去逛，然后各位继续就那样慢慢。所以我要在三号出口上去之后右转。好，谢谢各位。然后下面跟爸爸他们都在店门上去逛，看个就那样慢慢。去南港。